了。我怎么报道的？世界如此美妙，你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不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暴躁了哈。你两个昨天不回来，我晚上就是流眼睛追求你，结果你把我当个屁都不是。白干嘛出现哦？白干嘛出？别跟妈妈出现了，也会想骂儿子，你想可不想？还个妈呀！爸爸这样说我。爸爸怎么说你啊？他说其他小朋友都会，我不会。你刚刚听到了？我是小孩子，因为我是小孩子，当然不会啊。是你把我生，是你生的我，但是我不是没得权利说你，但是有时我是没得权利说你，但是不是100%不能说你。以后能不能在你妈妈说我的时候，能不能站在我这边说话？那有时我还不是帮不了吗？为什么？我只能在旁边看着，现在我在那边在，我气死啊。